上集说到，在女子体操比赛中，眼看羚羊公主胜券在握，谁知美羊羊的超常发挥技惊四座，反而获得了冠军。羊羊运动会第28集，嫉妒的羚羊公主。各位观众，今天虽然没有比赛，可是这也难不倒我这个伟大的先知。我将为大家献上一段精彩的独家采访。是羚羊公主。喂，羚羊公主。是你呀，小小哥。作为上届体操冠军的你，对于这届体操冠军美羊羊有什么感想？能有什么感想啊？他就是一时运气和裁判们都集体犯傻呗。当然是祝贺他了，不过我也要忠告他一下，运气不可能永远站在他的那一边，裁判也不可能永远的喜欢，一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。懒羊羊，你就不能少吃点啊？这些是给美羊羊准备的。可是我也出了不少力。你出了什么力呀？我给美羊羊打气加油，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是我睡觉的时间。看来羚羊公主还是有点不服气呀。那当然，要不是有我这个会，要不是有我这个营养师，美羊羊怎么可能能拿到冠军呢？胡说，美羊羊这次可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拿到冠军的。其实这里面也有大家给我打气的功劳的。美羊羊，你就不用谦虚了，那个羚羊公主以前可以拿冠军都是因为你没有参加而已，其实你比她强多了。各位观众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吧。黑大帅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不知道了吧，其实我一直躲在角落里偷拍你们。你也太阴险了吧。你懂什么？请问美羊羊，沸羊羊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么他说的是真的了。不是啊。那么就是说你是靠这位营养师拿到冠军的了。那当然，不管他是羚羊公主还是什么，遇到了我那就算他倒霉了。才不是呢，是美羊羊的实力赢他的，是不是啊美羊羊？请问羚羊公主，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？哼，有本事的话他再跟我比一次。羚羊公主要再次挑战我们的冠军美羊羊，那么美羊羊会不会答应呢？请我们的特派记者黑大帅再次为大家深入报道。多谢潇洒哥，我相信美羊羊一定会接受这个挑战的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能帮我答应呢？就是。那么说你们要做缩头乌龟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就是。对，我们还能怕那个什么破羚羊公主吗？那么说你们是接受羚羊公主的挑战了？没有。现在你们羊村只能选择要么答应挑战，要么就是甘愿在全世界的羊面前当缩头乌龟。我怎么觉得你老是在针对我们呢？哼，我这是公事公办。村长，喜羊羊，我该怎么办？是我们快想想办法。让我们想想。还想什么呀？我们怎么可能会当缩头乌龟呢？哈哈，成了，这回有好戏看了。快回去告诉那个什么破公主，我们一定会再打败她。你们怎么了？既然你说的那么厉害，那就你去跟羚羊公主比赛好了。
等一下，我是营养师，我怎么可能去参加比赛呢？那你为什么要签字啊？就是，还把我的手都弄疼了。喂，你们不能这么没有义气啊。还是你们两个最好，好好努力，不要丢我们杨村的脸。我们会给你加油的。可恶的小羊们，我灰太狼大王是不会被这么一点点小事情。老婆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不是说要帮助小羊们拿金牌，我们好当组长的吗？为什么要节外生枝？老婆，不是我想节外生枝，是可恶的小羊们太不讲义气了，我们只好加油打败那个什么破羚羊公主了，老婆。老婆很高啊。你刚才不是很有斗志的吗？怎么现在又害怕了？可是什么？快点给我好好练习，待会儿打败了那个羚羊公主，把她抓来给我吃。老婆，救命救命，快救我呀。真是没用的东西。老婆。其实上次，你还是专心比赛吧。这一次你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加油啊，美羊羊！你一定可以打败他的，美羊羊。老婆，就算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少废话，不许动！不要！哎呀！灰太狼，灰太狼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！我灰太狼大王不会那么轻易就完蛋的。老婆呢？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，我比赛完后就回来救你。终于到了，可把我累死了。哎呀！美羊羊，美羊羊的这个动作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，太精彩了。好险呢，刚才好像踩中了什么东西。岂有此理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。糟糕了。你觉得美羊羊与羚羊公主谁才是这次比赛的优胜者呢？真难选择呀！我看他们都是胜利者好。
啊，那就是平手，要再比赛一次了。不用了。嗯，羚羊公主，是我输了，谢谢你，美羊羊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可能都没命了。也不是呀，其实刚才我也有失误，还是你跳得更好。你不用谦虚了，能跟你比赛真好。跟谁比赛？你的对手是我。哦，营养师，你爬到下面去干嘛？练习呀，我回台了。母日，我是青青草原队的营养师，我是不会做缩头乌龟的。羚羊公主，你就放马过来吧。可是我和青青草原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。是啊，营养师，刚才真的很好看，我连懒觉也没睡，现在肚子快饿扁了，快给我点东西吃。慢着，结束了，那我呢？你嘛，其实我们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就是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没义气，让你去跟羚羊公主比赛呢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体育小知识，下面哪一项不属于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内容 ？A. 绳 ，B. 球。答案是 C